大家好，是不是快过年了？我们觉得因为快过年了，我们每一天做的菜都要跟你们分享一下，也不能说是什么大菜，但是有的时候家里人来呀，就要家常菜呀，像今天我们要做一个长豆，是一种咸菜吧应该，但是又不咸，但是真的非常的好吃，所以我们要跟你们分享一下。一步我们得把这肉煮出来，拿点五花肉，我就拿了两条，然后就点红烧肉，切块就行。大块。肉我们可以先炒一下。水呢啥也不用放，就放点料酒就行。我妈知道我要今天要做这个菜，所以她都已经洗完了，也都准备好了。这长豆啊特别长，所以我们分三段，我觉得长点还是比较合适。对，因为炸完然后又炖它就变小了吧。然后我们还要搞几个辣椒。炒完水我们可以先把这肉捞出来了，又捂掉了一块，先不投凉水，要不然一会儿这就硬了。家常菜呀，最好的优点是什么？不用放太多乱七八糟的东西，还可以随便炖。对，东北话还有个乱炖吗？但是今天我们不乱炖，今天我们好好炖。对了，别忘了放花生，这个菜放花生特别好吃。这个都放了。然后给我们的最厉害的这个抽烟机打开，哎，没听过这个牌子，你们真的可以研究了，我们用了老长时间了。然后再放点冰糖，炒点汤色，开始变色，我们就可以下肉了。哎呀，干啥你？你偷吃啊？二宝，看我拿冰糖，他也要我，快点下去啊！快点下去，下去！来，下肉肉来。现在就开始上色了，一会儿就更好了。扔两个大料，香叶，啪！再放点姜片，然后下一步看看个人的习惯，最好是放一瓶啤酒。没有啤酒你可以你就可以放点料酒，然后再加点水，然后咱就开始炖上，拿锅盖中火就行了，炖差不多30分钟，因为等一下我们还要放长豆嘛，所以半个小时左右就够了。那做红烧肉的时候不要浪费时间呢，赶紧把这个长豆去炸上。但是这个菜呀，明天给老公带那个饭盒，哎，他上班他得带菜呀，是不是？然后带这个，正好陪米饭的，这个菜真的太下饭了，我跟你说，真的，不骗你了。但是咱们不要给厨房整太埋汰了，所以我们在外边炸。这个我跟你们说，我们都用了最少3年呢。你看这个火，老大了。你要炒什么好吃的菜呀，或者炸？炸东西就得给外边整。哎，现在我们就开始下长豆了，大长豆了。然后什么时候好啊？这长豆啊，这皮儿就开始有点翘巴了，这就好了。大家知道啊，我婆婆从中国来美国都已经来半年了。我说我妈其实也挺喜欢这边，她喜欢。这边他说空气好，然后他说干净，但是他说人就是太少了，你看外边黑的，然后一会儿你看看那路边啥也没有，带你们去看看，有点黑，这就是咱后院，后院你看我上来给你们看看，有一个车，有个车过来了，来了，哎，走了，但是没有人了，没有人了。我妈说这个要是中国的话，她就在阳台那边站着呢，能看老了人了，不下楼也觉得热闹呢。
这边呢一般都是早上上班走了，晚上下班回来了，车停车库里，进门了就不怎么出来呀。如果旁边的邻居要是孩子比较多的话，夏天会出来玩一玩，要不然，基本上这边的邻居都不这么亲。你看，这长豆差不多好了，可以拿出来，然后再放。然后这花上啊，你自己看看，你喜欢脆的还是比较卷的？你要是喜欢脆的，不要下太早了；喜欢卷的，可以早点下。我们这个红烧肉已经煮了差不多15分钟、20分钟，我就先下了。看看长豆，长豆都炸好了，还有俩辣椒。肉我们炖的差不多，一会儿我再稍微尝尝一会儿看。烂不烂糊，就是你看别人做做菜的时候啊，不要太看时间，因为有的时候你的肉块啊，比如说比较大，是不是需要炖时间稍微长点啊，小的时间短呢、啊、然后这个菜也是一样的，那菜要是有点太老了，那可能也需要炖时间长点。我这个应该差不多，我就开始放料啊，然后加菜，开始下东西肉。然后这个菜呀、啊，重要是酱油，因为酱油啊，老时候啊，要是不够啊，那色就不好看。哎呀，是不是有点歪了？来，看着放，多放点酱油，多放点酱油。老头，我先拌吧拌吧，看那色。加点盐。盐，鸡精，然后你看水够不够？水要是不够啊，再加点，但是不要加，不要加太多了，你加太多了，这个长豆啊，时间太长，它就太面糊了。对，如果你要是有芹菜的话，其实是放点芹菜也挺好吃，但是我老公不爱吃芹菜，所以咱不放。拿个锅盖再扣，然后15分钟我再回来再尝一会儿。哎 ，Hello， Everybody said 你的头发挺酷的，你爸爸剪的。如果你这个长豆和这个肉啊，都已经炖时间够长了，然后锅里还有点汤啊，那锅盖拿下来。就这么收汤就行，或者是你可以留点汤拌饭，打完一下拌饭。先尝尝一个，咱们先给老公装饭盒吧。这么多就够了，然后多夹几块大肉，要不然怎么能挣钱？没有肉挣不了钱。给他加点肉，来，现在装碗里就可以呀。哎呀，哎呀，这一大碗咸菜还有大肉，真好吃。一般的时候我们会多放点辣椒，但是冰箱就有俩。那个饭菜都好了，炖的长豆，再配点串，再配俩凉菜。焦大宝下来吃饭呢，我说这么多好菜呀、你还不下来吃饭呢？不是，串节儿，能这个拌菜，然后长豆，那长豆还有红烧肉了，我不知道是有。你那上是不是有个大料啊？啊，没有。行啊，还是不行？这味儿挺正。我也吃一个长豆，一大块饭呢。下饭吗？这个下两碗饭就行。下两碗饭。那红烧肉啊。那我看着啊、来碗红烧肉，肥肉相间。我看着你，我看着你一会儿吃不吃两碗饭。
对，挺劲味儿。嗯，你奶说搞花生啊，就对了，那花生挺好吃的。你又来了。Yeah. 你看，我看，我觉得我们家的面包片还挺多呢，靠俩面包啊。嗯。我妈和二宝现在睡觉呢，给他们留点，一会儿他们下来吃吧。大宝，我为了你安静静的吃饭呢，你帮我们说拜个拜拜。拜拜。嗯，拜拜。